陈先生，你现在是不是既紧张又尴尬的站在红毯上呢？想说这位小姐现在又要做什么了？跟每天都有不同花招的我在一起，想必你的生活很多彩多姿吧。谢谢你给我一个很梦幻的婚礼，还有一个很用心的求婚，还记得吗？我给你五个求婚关卡，你很用心的达成了其中四个，唯一没有达成的就是为我唱情歌。我知道这对你来说是一个大魔王，我想今天就把你未完成的任务完成，换我给你一个惊喜，纪念我们每一刻的爱情。青春日记，心